在你心目当中就是这样的吧？没关系，王一博，来日方长。不过真的，好了，你别闹了，人家要下班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好像头盔哦，像不像？我的脸哪有那么尖啊？你再换你自己吧。哎呀，真挺像的。你有毒，你看一下，真的有一些的。我在给你主要加一个钱。你有毒啊？是的，是的，对，我是不对。王一博，你是王一博，你善良一点。这这点画画的话，我觉得一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点现场，我们看一下，大家注意啊。我不太懂，我不太懂画画啊。你们觉得谁画的好？两个人是弱势，再说谁先来。我先来。来，再展示一下呗，就是往我镜头照。来，子哥，没有掌声是吗？喜欢一博老师的作品的就鼓个掌。就引起他的注意，然后引起他的愤怒。王一博标志性尖脸，怎么样？我把它改了。你怎么改都改不了了。姐，你别闹。哎，我这个没有画你的那个，我觉得这也可以加一个你的那个发型，怎么样？自己打耳钉，画上去两个都差不多。